跟他求婚啊！阿伯，妹妹啊，啊，你不是作家，你自在哥哥，啊，伊就跟你求婚啊，你都爱答应啊！ 住宅哥哥也不是真心介意我，伊只是感觉我是伊的责任，伊介意的人是嘉玲姐。你无应该跟我求婚，我嘛无可能答应嫁予你。嘉玲姐，我问你啊，你敢真正无介意住宅哥哥？这个问题好歹问过我。 我嘛想了足清楚的，我甲住在是无缘无分，无缘无分就只会当做朋友。我的感情经历遐尼侪代志，我顶多感觉一个人嘛足轻松的啊。上吊的是，还佫有一个人等咧我家关心家疼惜，就是我的后事。所以安乐，你毋免管我安怎想，你应该问家己，你希望未来是安怎？ 等一个人等遐尼久，等到最后你却用家己杀开，敢有价值？你应该把握。这段时间我看到你跟你相处，我才发现一段感情在转变啊！我若是要骗你哦，我一人骗就好啊。啊，先我带大家来，我请大家来就是希望会当做一个见证，尤其。 我请嘉玲来，就是要让你放心。阿乐，无人能勉强我想要做的代志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我有替你求平安符哦。 安乐，我向母娘替你求平安符的时阵，是真心诚意，希望你会当平安。我嘛同款，是真心诚意，希望你会当幸福。我袂愿替你做任何的决定，只有你家己会当答应自在。 方志在，你敢真正想清楚啊？我想清楚啊。我的目睭会好袂好，我毋知影。要拖累你偌久，我嘛毋知影。你真正袂后悔？我袂后悔。 知影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也不过我甘愿相信是真的。这个求婚，我答应。安乐，这话是要给你的。